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又再一次来到神的宝座前，一起来欢欣赞美主。邀请我们从座位起来，我们跟我们的左右邻居说，主耶稣爱你。今天我们要来欢喜敬拜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让我们拍手。我能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
主是我喜乐的力量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你说，当我们祷告呼求，主你就应允我们。主啊，我要用这首诗歌献上我生命的祷告呼求。耶稣，恳求你以大能覆庇我，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。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，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。耶稣，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，你
牵手，安慰我，拥抱我，擦干我眼泪，医治了我的伤痛，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。原来哭有时，去说经历的困难，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，学会保留有时，放手有时，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。
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，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。是的，主耶稣，因着你不变的应许，我知道我心中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你手里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赞美你，我知道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哈利路亚。你是我依靠的力量，你是我寻求的宝藏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好比贵重的珠宝，我怎能放弃你不要？你是我的一切。你是我依靠的力量，你是我寻求的宝藏，你是我的一切。
稣，是的主啊，谢谢赞美你，是的主耶稣，你配得，你配得，你配得我们大的赞美，是的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用信心开启我生命的双眼，开启我生命的看见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在我生命的每一天，主，我知道你都陪伴在我的左右。是的，主啊，无论我得时或不得时，主，我都知道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永不改变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牵引着我。十字架的路，主，你陪我一起走过。是的，主啊，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你总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，坐在我生命的当中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因着你不变的应许，主，我知道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在父神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我相信你必带领我未来走进丰盛宽广的道路。主啊，我相信在你满有荣耀，在你满有你的平安喜乐。主啊，是的，我相信你的同在，你的平安喜乐要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，显明你的荣耀在我生命的每一天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父神，你配得，你配得我们的赞美，你不变的应许要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面不断的显明，不断的彰显。我们要开口献上主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见证父神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拍手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赞美父神，赞美父神，我的一生要被神你得着，我的一生要被神你大大的使用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用爱拥抱我，谢谢你用爱环绕我的生命，在我生命的每一天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这一切都是要献上感谢。是的，赞美耶稣，不断的赞美，不断的赞美，不断的开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你，赐下你的同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用主的文开声来祈祷说，我在天你的天父，我愿你的名姓，你的高灵高，你的子在这在地里，亲像在天里，我的日子今日给我赦免我的辜负，亲像我要赦免辜负我的人，无得带我入地去，得叫我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官名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搁一届将荣光归乎咱的天父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罗主，哈利路亚。听你姊妹请坐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三个来恭修上帝话，今仔日的圣经在有四个所在，我读台语和日本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，大主就是迄个神，主的神点伫迄位，迄位就自由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，伫厅的内面无惊吓，独独焦脏的厅赶出惊吓，因为惊吓就有刑罚。见那惊吓的，伫听未有矫正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九十九十节，因为这伫我看亲像那阿的大水，我怎样就抓无好无个好那阿的大水泛滥遍地，我也照安尼就抓无个想起你责备你。大山会刷会刷，小山会移刷。独独我的主爱的确无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无遗煞。这是怜悯恁的耶和华讲的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四节，耶和华讲：我知我对你所存的意思是享受平安的意思，不是降灾的，要让恁每件有盼望。那时恁要求求我，要去祈祷我。我要听恁，恁要找我来拄着，因为恁要专心找我。要我讲，
我要让你们找到，我也要让你们受累的人活到回来，要对我所管你们到的各国各所在聚集你们，也要让你们回来本所在，就是我所让你们对那里受累的，这是要我说的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华语来共读今天神的话语。今天的经节有四处，第一处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，请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第二处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第三处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九到十节，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游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第四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到十四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耶和华说，我必被你们寻见，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，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上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吉，我是欣如，我是丽文。这礼拜又是我们为你播报消息报告。周一祷告会，我们是用晴雨如的方式来敬拜，一起为着国家、城市、教会来祷告。这是一个充满神迹的祷告会，邀请您一起来参加。时间是于每个礼拜一的晚上七点半，于现在坐的位置大堂里哦。汉基，你是不是有在教弱势家庭的孩子们学乐器呢？哦，对，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几乎都是外配的子女，是，所以说比较没有机会学习到乐器。是，那你都教他们什么乐器呢？我们有乌克丽丽、木吉他，还有电子琴，还有口琴。哇，真的好多乐器哦！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你们的音乐吗？哦，刚好在下礼拜五月二十七号的下午一点半有成果发表会。哇，刚好在下礼拜六哎，下午一点半在喜树国小，地址是喜树路133号。活动如果有任何问题，请下杨小玉总干事，电话是0921554009。This weekend, next weekend， 你小孩报名夏令营了吗？的夏令营时间是于七月一号到二号两天一夜，地点是于虎头埤风景区，欢迎大家小朋友快点报名哦。
接下来第二个营会是儿童理财营，儿童理财营呢在去年受到许多的好评，小孩子跟家长都很喜欢，邀请你今年一起来参加，时间是在7月10号到12号。以上两个营会的报名都请洽心如老师。青年牧区夏令营，遇见梦想无限大，你报名了吗？现在许多的年轻人在寻找未来方向的时候都非常的迷惘，所以我们想要借由3天的营会来帮助所有的年轻人找到他们生命的梦想还有命定。而这个梦想跟命定呢，其实是神在创造他们一开始就已经预备好而且计划好的，所以想要欢迎所有的年轻人一起来加入我们，来参加这一次的夏令营遇见梦想。时间是在7月14号到16号，地点在长荣大学，报名请洽高尔昌弟兄或领人一传道。接下来是 FM89.1 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。5月21号礼拜天早上8点到9点，由林宪平牧师所主讲的母爱。第二个节目是晚间10点到11点真情相遇单元，本集我们邀请到林金义弟兄专访，题目是不骗上帝的一定不会骗人。接着晚上11点到12点是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，本周要带大家聆听的是马勒的第二号交响曲复活的前半段。以上就是本周的夏季报告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宪平牧师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请你给隔壁人请安，关注的平安跟咱三个同在。希望咱的家庭是一个平安喜乐温暖充满疼安全的所在。唔知咱的家庭够遮个特色，我阁问咱吼，咱够感觉咱的家庭，或咱的感觉安全，啊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疼。啊，你真爱徛去到迄个所在，嘛唔知咱兄弟姊妹够有人真无爱等去处理，想着要等去也着惊吓，着忍耐，唔知咱的心境是安怎？我伫最近伫看台湾这个社会，实在是一个互你感觉，那就真无安全，充满恨。有真济所在拢是真济政治的竞争。嘛看到台湾这个社会，互你看到你的心内有真济。驚嚇，要搬離開台灣，也不知道要搬去哪裡，你有感覺說，那就這個世界都越來越亂了，所以我在想說，教會應該是讓很多人來到這個地方，他會感覺平安，感覺喜樂，感覺安全。教會不是一個控制人的地方，教會是一個讓人在自由的地方。唔知道你来到上帝面头前，你敢有感觉你较自由，比以前更加自由？OK， 伫这礼拜有机会和台北中会请我去演讲。我去坐地铁，基本上
台南人要去坐地铁，足侪麻烦啦吼，都唔知要哪买票，即第一项，第二项拢看拢信用卡啊，懵咧也就走过安尼吼，啊我嘛摕信用卡吼，啊摕算啊四五张，逐张都袂过安尼。啊，有一个人家讲，你里面没有迄个尺寸呐吼，啊，所以我就走去迄个要一个询问处遐，我摕所有信用卡号安尼啦，讲遮有搭一张会当尺寸安尼啦，伊甲讲啊，这张台新卡会使呢，我就尺寸安尼吼，那尺寸了，我就学遮个人啊，就过啊嘛吼，那过了去到车顶的时候，发现讲哇，这个消费跟咱想的拢有足大的一个差距。啊！等我去你个车顶个时，就看见啊两个囡仔吼，你摸做伙吼啊，个会安尼，公共场所个会烧金嘛？好，你感觉哦，这世间内这啊嘛真自由啦！我感觉你也未感觉啊奇怪安尼，就要安那金拢不要紧安尼啦。啊，总是一个注意看吼，看是那像两个拢查某诶，都是女生这样的吼。啊，金高，我讲哦，啊吼，咱金高咱唔敢看。啊，总是咱心内无任何一个想批判的地方，就想说这是这个世界就变成这样嘛，他们好就怎样就好了，对吧？我嘛在想讲，假使有一天呢，咱的囡仔一个查甫囡仔啊，带一个查甫回来甲你讲，妈妈、爸爸，这是我要结婚的对象，你会婚你未？你可能马上就安那，我婚你安尼吼。啊，总是我拢有这款的准备啦，去社会都要做这款的准备，看到人是安尼嘛，安尼嘛无要紧安尼。我即摆就刚得刷了后，就两工刚得刷了后，我搁坐地铁吼出来，要出来时，嘛是搁看到两个，伫我边啊，搁男的，安尼吼，男个足安尼哦，即摆人吼的爱吼，唔知想哪种会安尼，男刚好惊叫走一款的感觉安尼，无啥物安全感，惊叫。跟著走一樣，所以你有愛無愛，來到教育看就知影啦。因為足濟查，丈夫驚頭前，太太驚後邊，迄就免講啊，你知吼？哎，啊，有當時啊，有足濟人攏會安尼牽的嘛，感覺安尼牽，小可牽的，有一嘛，我感覺牽手的人吼，就是敢有放在天堂的所在，你敢有感覺吼？吼，嘛宣告主權，講這就是我的嘛，你知吼？敢不是？我怪人感覺足安的是啊吼，我嘛是講，哎呀，到底？这两个啊，一个较大好啊，家庭人，啊一个查囡仔较善啊较柔安尼。我男家家，我伫想讲，这两个一定是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安尼啦吼。结果一个注意看，原来是两个安那啊，拢是模样的小姐安尼啦啊。我们心中还是怎样，没有什么样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这是这个世代，他要怎样就怎样。就怎样好了，你也不用去批判他，去攻坚他，没有用的。那本来这个世界大家都有自由，兄弟，好，让我觉得自由意志，你知道？等一下我会把它谈得很清楚，有自由的意志。兄弟，好，让我觉得自由的意志啊，这个自由意志为阿东好啊，都有啊。兄弟，好，让自由意志，会当选择做好，甲选择什么做歹，会当选择。啊！我被怼了，酸点我被提升，这个自由意志，意志在我的里面。啊，当好我伫爱在农业时，上帝甲伊讲，园中所有果子拢通食，只有一丛的果子叫做善恶树，你不可以吃。吃了以后，你就会眼睛明亮，知道善恶，你就知影好甲歹。所以你唔好食迄丛，总是抓个别一个时，伊就尝试看看去吃，吃了以后没有死，而且眼睛又明亮，你知吼？人人为的时阵开始选择善恶，上帝来了后，因惊去秘伫迄个树仔下，上帝甲讲阿东阿东，哈你伫打落，啊你是毋是食了迄个袂使食的果子？啊阿东就甲上帝讲，哈我叫我食，哈我就甲啊上帝讲，蛇叫我食。我们都很软弱，我们的自由意志常常会选择什么啊罪恶。啊！当你选择罪恶了后，你知影的罪恶的结果是甚物？就是失去的荣耀，离开伊甸园；失去的荣耀，离开伊甸园。等于失去的荣耀之后，咱爱清楚的，伊失去荣耀了后，上帝保护无伫伊身躯顶，伊无伫迄个安全之地。伊甸园是一个安全之地嘛，伊上还是一个安全。上帝可能三个同在，底下有平安，底下有喜乐，底下有听温暖的所在。总是离开爱的农了后，因就发现讲，伫这个世界满是欺骗，因需要拍拼啊，因需要清查，然后所以需要做工。人开始有了解家己的软弱啊，人开始惧怕，
人开始惧怕，人开始惊吓，世界所有物件惊吓，失去上帝了，因无瓦壳，因的心内惊吓，迄、那个惧怕，惧怕伫人的内底，一个愈惧怕，一个有惧怕的人，伫伊的心灵的深处的内面，一个惧怕的人伫伊心灵的深处的内底，伊，咱就发现几项代志开始发生，伊开始无安全感。一开始要抓住，他一直要依靠，一直依靠。伊即马吼，一直要挖苦啊，所以控制性会愈来愈安那愈强。哎，你去了解哦，在咱家庭的内底，的人有足侪人是安那惊吓、无安全感，所以控制性安那愈强，他很强。一个爸爸啊，真侪人是一个好爸爸，无一定好的丈夫，安尼感觉。好，好爸爸无一定是咩？好丈夫，为啥呢？因为伊可能这个爸爸对囡仔大家拢较好，对不吼？啊，除了一个妈妈生以外，伊阿妈佫有足侪囡仔为排位来，你知吼？安尼吼，有一届我去人兜，一个囡仔叫爸爸，我讲我是你后生，伊讲是啊，一个你后生，我就问迄个囡仔讲你甚物名？伊讲你莫说我反正我跟老爸无共姓，我讲你安奈有甲爸爸无共姓，伊讲我姓妈妈的姓安尼吼，我讲一个咧，伊讲一个是。爸爸姓，我两个是兄弟，总是同父不同母，然后我讲哦，哎呀，我就问下弟讲，下弟，你是到底娶几个？我感觉，伊讲啊，查甫人你就啥自古风流成性嘛，你吼，阮太太嘛甲我讲，安尼无要紧啦，然后就好好做爸爸就好啊吼，所以饲足侪囡仔啦吼，你知啊？兄弟姊妹，我饲几下也无唔对啦吼。我是无贵个太太，伫教会吼，我足侪囡仔，你知吼？所以我咧想讲，有很多人。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，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问题？他心中如果向来结婚，会不会恐惧？女孩子她 会恐惧她的丈夫跟她的爸爸是一样的，她会恐惧啊，她就恐惧之后，她的表达是一直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之后，她就一直想抓住、想控制。所以，不是刚才一个父亲会给囡仔呢，一个环境嘛给囡仔呢，也是会这样。而且我这个囡仔去读册啊，老师对这个囡仔肯定是足少的啊，所以孩子每次到学校的时候，他都会觉得老师不爱他，他就一直想抓住同学啊，想控制同学，从同学怎样得到安全感。所以我在想吼，你这个世界，你这个世界，一个基督徒，你应该会了解，当你入来到基督的内面的时，基督的灵要让你得到自由，基督的灵要叫我们得到什么？自由，对外公司讲，基督的灵叫我们得到什么？自由。你读一解圣经，你读一下圣经，读一下来，读一下约翰一书，跟多后书三章十七节，来，咱读过来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？哪里就怎样得以自由？刚才再来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？哪里就怎样得到自由？外公，主就是那灵，主就是那，这些各外灵，四个外灵，主的灵，那在你，在哪里？咱得得什么？自由，真的有主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自由，你不会被恐惧、没有安全感、想控制抓住。这个人一来恐惧了后，伊唔是干那是无安全感啊，伊会一直想要控制。另外，这个惧怕的灵吼，会产生另外一种，就是心里干呐比较、比较。你看阿东好哇出来了后，因就生两个囡仔，一个叫什么人？一个叫做什么？该问一个叫什么？一个该问，而且什么人？亚伯，有无哈？啊，什么人较高兴者？亚伯较高兴者，该问会未？较未。啊，所以上帝就开阿伯。啊，上帝有当时嘛足奇怪吼，那无人个耳聋听啊，就去较听迄个真高兴者安尼。啊，所以该问呢，伊内面呢，一直感惊吓，感觉上帝无爱。啊，伊一直要抓着上帝，上帝愈离开伊，啊，所以伊。就生气，你知道，在这种比较的当中呢，他就很生气，然后生气之后带着什么嫉妒，那嫉妒里面带着什么杀害，就把他的兄弟就怎样杀了，要个埋葬。来，你个情况嘛，在咱家庭内底有这种情况发生吗？再想一想哈，我们家里有没有惧怕？太太们看到你丈夫的时候是安全的，还是惧怕的？情况蛮好。来，先看来看我一下，看我一下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哦。你弄怎把激动，不敢看我，来，我就知你到有问题。你顾看我的，我知你到无问题。我的想讲，
想到这些惊呀，在咱内面，这些不安全，跟这些控制一定，那个控制一定，好，足侪人会袂自由，你知道？因为他每天都抓着人，你凡事你没有在我掌控之中，你就没有你没有在我掌控之中呢，啊，你绝对不行的。所以会掌控的，会让人家得到不自由的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更不是安尼，你要这会掌控的人呢，一心内充满生气、愤怒，然后呢，再来呢就嫉妒，嫉妒以后再怎样，就把人杀害了。常会杀害一个人，我感觉我个工资改好。如果有些情况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在你里面，神是给我们平安的，神给我们喜乐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提醒各位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你是神的宝贝。上帝想听你，你应该将自己完全交给神。你就是好好祷告，无论人安那攻击你，安那批评你，你都是说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谁。我就是神的儿女，对吧？公子，我就是神的儿女。我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要带平安去到这个世间。我来不是把撒旦在我生命所做的工作，在世界所做的工作，杀害、偷窃、毁坏，表达出来嘛。我来就是平安嘛。我刚得说了，我用完个坐地铁，哦，坐到去到，因为那个北投吼，有一个捷运的那个会所，一直坐到101啊，呢吼，坐到101下啊，讲一间餐厅叫做南明五，哦，南明五啊，一听就知影讲这是那个意大利餐厅啊，呢吼，啊，行入去讲变作台菜，他讲吼，你的题材有什么落差嘛，你吼，因为吼，啊，南明五，我今天要吃意大利餐啊，哦，这充满喜都要吃意大利餐，因为是讲有啊，七十，你看台菜。我灯都未开啊，我灯都未开啊！你咩灯开就讲啊，来了就平安哦。啊，唐牧师甲讲，伊要请我，安尼然后足好个，然后有即款兄弟讲，伊要离开台北之前要请我吃一顿啊。啊，结果一位唔是一个大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坐伫遐，我就先讲哦，我这个兄弟佫叫人来做替死鬼啊，你知吼？我都我迄人呢，就灌几啊罐酒出来吼，灌几啊罐酒出来，讲这酒比菜较贵安尼然后，我就先讲，真的喝下去的时候，那些。我讲，啉红酒你鼻也也无好，莫啉啦。哎，什么讲有四种香味，我甲鼻都一种尔。一鼻有四种香味，看他有嘛一种，你知影吼？啊，咱这个牛眼的人吼，那个酒哪有可能鼻啦？啉都无够啊，哪有可能鼻安尼啦吼？啊，所以六罐酒足紧得啊，八罐酒足紧得啦，就啉了啊嘛对吼。啊，你啉的中间吼，有一个人，叫做心啦，心态吼，有一个人甲讲，林牧师。我结婚的时阵吼，去朋友，你请我去清真吃海产，你敢会记哩？我讲会记哩啊！我你即嘛是无他问呢，较早有他问啊。伊讲你无做会记哩哦。哦，我感谢你三十几冬哦。啊，我今日是去朋友，你请我吃清真，要等，甲惊记掉伫我的心内。你想伊有记掉无？我唔知啦吼。伊若有记掉，应该是当年拢爱送物件给我嘛吼。啊，你嘛无要紧，这种客套话大家都会怎样？大家都会说嘛，对不对吼？哦，啊，即嘛。这个请我吃饭的人，就安那，请我吃饭就是伊要来阮家，啊，看我两条迄个信号线足好，伊就提转去哦，讲要寄钱来，拢无寄来嘛，吼，三单拢无寄来嘛，忽然间外面出现一边头前，所以伊安那，请我吃饭嘛，啊，我嘛未使讲你那条两条线的钱都还没有付，两万都还没有付，你知道？我还感谢上帝，讲迄一天你们就有够借钱啦，啊，感恩就好啊嘛，就平安就好了嘛，哈。去到时啊，我那个气氛呢，就是很喜乐。我嘛别个阿当讲，今日你讲你要请我，结果你叫些人来请我，啊，对不对？吼，你那种气氛怎样很好？而且我边啊有一个兄弟，弄用迄种奇怪眼光看我，啊，我爱用什么眼光看？充满温暖跟爱的眼光看他。人家安尼甲你看的时候，就足奇怪吼。我看足一人吼，诶，眼神拢充满什么冰冷，然后惧怕。啊，我甲看吼，伊拢安尼啊，代表你已经失败了。你在看你的时候，他越看你，你要越眼光要越柔和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带给这个世界平安、喜乐、温暖嘛。对，让他看到你的时候，就知道你是基督徒。啊，那兄弟吼，一直看我，啊，我嘛一直甲看。啊！啊！然后，唐牧师就甲介绍讲，这个是牧师安尼吼。伊讲哦，伊讲听着牧师讲起鸡毛皮，我讲我来起鸡毛，伊讲会惊咧，讲我这款人乃是牧师啦吼。伊讲想讲是男性兄弟，就是流氓安尼吼。到时我嘛唔知啦，就是看他就是这样说，那就这样算了。那一直看我，我吼，然后我甲看，然后伊去甲讲一项，讲
欸，林牧师，我坐你边时吼，我第一感觉看到你的时，你用温暖的目神甲我看时，我第一感觉是啥呢？这个世界有爱，只有眼神就可以表达这个世界有爱。这点第二项，伊讲我坐身躯边时吼，感觉吼，迄个上帝听转入来我内面哦，我感觉我心内的惧怕怎一直无去啦。吼，佮第三项我讲几项哦，第三项哦。伊讲哦，我伫你身躯里感觉哦，你是足有钱的人啊！你讲怎么？啊，你听下心情有遮好无？哇！你从那个冰冷的眼光把它改变到一直赞美你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后一直讲话都开始赌这个、赌这个、赌这个哦。啊，落来听我，迄陈牧师讲，大概要食饭，叫伊来，要送啥？迄来都安尼，大概拢叫骂你啊！啊，伊讲，干来也要对我讲啥？讲，因为我目神无同款嘛。我就用慈爱的眼光，像我在那看阿君啊，我得用慈爱的眼睛看着他这样啊。我讲，哎、欸，这节属灵的父亲对婴儿呐，让他感觉到有爱。弟兄姊妹，天，我们真的需要回到神的面前，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所有在家庭中、在教会中，所有一切惧怕的灵都要离开，一切控制的灵都要怎样？”要离开，没有安全感的灵都要离开，那种嫉妒、比较、杀害的灵都要怎样？都要完全的离开。我在想，我干嘛？咱出去嘛吼，啊，咱出去吼啊！你跟人比较要创啥？长者的兄弟讲，打电话讲，你牧师你看我弟弟，我讲啊，我对我好，你无用。伊讲，我只有二十分就好。伊啥吼？我讲你要创啥？伊讲，无啦，我就二十分以后我就好啦。我伫台中来，我即马要找你。我讲啊，伊唔知要创啥，啊去，就去再讲来个弯刀，啊再了我就，伊讲啊，牧师听二十分听一个音乐，泡一泡茶我就走啊，我泡好啲，啊然后伊就开始听音乐，哎，胃头搞我咸到尾，你知吼，就是啊，我即机器伤老啦，声歹啦，吼，啊唱头我唱起烂糊糊啦，吼，啊即做背景音乐好啊，啊啲安怎？点点，我就知即个人，佮佮对拢是杀手，你知吼？拢是杀手，啊！你别哈哈，多谢你甲我讲车吼，啊，我会改进安尼。伊讲你要改进吼，爱买换只唱头，叫 Crowd Audio。我讲哦安尼哦，你是嘛听一点嘛？讲是啊，啊！你买偌济？伊讲只只买25万，你好，一个唱针买25万，你知吼？我讲哦，你都爱去买只只吼，真系好听。我甚至伊买只只好，你知吼？对不对？我讲哦，我即马经济足困难嘞啊吼，我咧去咧教会啦，我系很。伊讲哦，你只只就买落，就是好听安尼，你知吼？我讲啊，都是安尼，我搁等几冬啊吼，我较坐袂咧。伊甲讲，你已经得要70哦，观察已经得一半，搁较济啊。你讲看，这场是要跟阮兜有讲一句好话无？无啊，对无吼？啊无嘛，袂要紧，对无？伊讲啊，你敢有一支高音，你敢会使送我？我讲啊，你敢有啦？我讲有啊。哦，恁知影嘛？过去台湾最发达的是有一支喇叭叫做 AR， 啊，一个高音拢会起。啊，我有一挂，伊讲。啊！你敢会使一支卖我？我当提好伊讲，啊！伊问我偌济，讲免钱，送伊就好，归厝经嘛，你知吼？伊讲啊，提一千啦，我讲唔免，因为吼，你即马个提清了吼，吼，伊会甲你讲安那，伊会甲你讲，迄个木梳卖我足贵个，我就说怎样，不要，你知吼？伊讲啊，某咪人啊，像你遮好吼，迄人人个耳朵啦，伊讲迄一人兄弟吼，我外无清楚呢，大家记个拢足歹个吼，伊人。讲买物件买买拢无好人，啊！人要甲收钱的时讲，我好个人，我敢会欠你钱？安尼，我讲我一步我学着吧。哎，你一直爱我呼应他嘛？啊，我听这代志时，我就点点面的。迄个人吼，迄个人就是我的朋友嘛。哎，就是伊安尼对待我，就是伊甲摕足侪物件，听我讲，哎兄弟，这钱来算好不好？伊讲，哎，无啊，我早就好你啊。我讲你怎就好我？伊讲我会好你，你看你的账号，我。去看他找嘛找无，伊讲我给你个账号，你给我好，啊我回到我唔知啦，都反正我有回给你啦，啊你变啦，那就是安尼，啊你未使甲讲，哦对，伊就是安尼，伊即卖将我即句话个提甲讲，啊咁对吼，啊我就死啊，我讲哦安尼哦，可能是你认捌的人是安尼啦，啊我认捌的是无啥共款安尼啊，无啥共款，我未使讲我共款，连讲共款都未使，相反呢，你要知道怎么样的把人带到一个安全之地，我再说一次哈。这个世上所有很多撒旦做的工作，都是在做杀害毁坏的工作，让你的心灵被捆绑。我们本来就已经很惧怕嘛，没有安全感嘛，就想抓住嘛，对不对？干不起来吼。我们本来就是常常会比较嘛，就比较这个比较那个嘛，你必被送上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比较要做什么嘛？我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比较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我就是啥，
就是我嘛，哈，过来，你要知道，你不要比较，比较之后你常常会生气，你就会嫉妒，你就会杀害。不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在咱里面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常常会恨攻坚。几十年来，台湾这个社会真的被撕裂。我常会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真心一直祷告，这是在佛摩萨，是个美丽之岛，这是一个足水的岛。人的心爱安那，爱足水。人跟人中间安那，要很美。总是你有感觉，是安怎台湾这个社会批判性这么重？”但我们这个社会，人跟人的中间，你常常是找不到那一种关系。爱是一种关系，我跟你说，疼是一种的关系，疼是一种的关系，疼那个关系要让人得到自由。我跟你说一句，爱是一种关系，关系是让对方得到什么？自由。请问你台湾，你在哪些地方，你有感觉很自由吗？去年五二零哦，足多人来献花，牧师我爱你，你知道？今年五二零，刚一个查某囡仔献花，我娘公也爱我。我的讲，讲我真出现台湾哦，即款嘞，这个五二零的是什么人？拢已经未记得五二零是什么啊？你敢知影？为什么？我们活在恐惧中，已经失落了那一种喜乐，失落平安，把一些该翻进的东西都不见了，该翻进的地方都不见了。你再想一想哈，最近有一个诸葛亮死了，我嘛最爱看人家小姐姐啊，你知吼？哎，好你足放松诶，看到人家我别讲话，你知吼？啊，安尼吼，因为伊讲有一个什么，找我那个金姐的吼，电影啊，那个金姐的，哎，怎样？动作足好笑的吼。哎，你干嘛讲？看到迄个人吼，你干嘛讲？是咱的生命的烦躁嘛吼？你干嘛足爱死了？逐天报纸拢一直报，一直报，一直报。我看未到别的新闻，你知吼？啊，我一打开新闻就是政治战争，你知吼？我看不到台湾的建设，看不到台湾的美好，我看不到台湾的未来，也看不到台湾的积极性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发现到今天的媒体已经把台湾带到一个让我们惧怕？让我们没有安全感，让我们一直想抓住这个世界，让我们真的充满了恨。昨暝有一个兄弟来找我，伊都得癌症，口腔癌，啊，都讲话都安尼喘啊。甲讲你莫输，国民党那么倒吼，我死唔甘愿。我讲伊早就倒啊啦，伊讲袂党产也袂清算斗争，然后蒋中正拢还阁徛咧。啊不，那啊不，安怎样？伊讲吼，要把他所有的每一个铜像都要把他打倒之后，他才甘愿。安尼这个，我讲啊，伊家己有啥物关系？伊讲台湾今日只卖只货拢是这个人。我听着有够感谢上帝啦，你知吼？有一个人吼，拢替咱死有吼？有只足侪人爱出口，要骂人爱有出口嘛？你了解我咧讲啥？像讲哦，你要骂我吼对吧吼？我有当时爱讲做恁的事。足侪人我哋教会内底哦，我讲这点的出口，你敢知影？政治诶出口是啥物人？蒋中正啦、蒋经国啦，有无？这拢是咱的出口，对无吼？大家有没双击起来？贵气的苏东哥挑一盖，有没有？都是我们那种生命里面愤怒、生气的出口。啊，你教会内咱的出口是啥物人？就是低歌平啊嘛。我就发现到你们怎么会？你们就是出生来到这个教会啊！你们就是最喜欢骂的人就是谁？就是我啊！你知道吗？嘿，我去看，看我刚刚哦，我们真的没有一种叫做尊荣的文化，会去爱一个人，真正从生命去爱一个人，让一个人得到平安喜乐。让一个人真的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是基督里面新造的人，我的里面有圣灵，所以我得到自由。我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我们都要得到自由。”我现在得到自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出口向神祷告，向神祷告，我就向神祷告，我就是向神祷告。我自己的牧师，我最爱人家的自由，所以你来个家里别感觉宗教的借力，你知吼？我甲当刚讲，甲讲你奶奶。啊！家只门徒讲，你来敬拜时，莫穿短裤，穿短，你知影吼？伊嘛来嘛是拢安那，穿足短。我讲，牧师，我来甲看。伊讲，牧师，你看啥？我意思是讲，我卖叫你卖穿短裤，卖穿短，伊嘛是穿安那，
真体来，伊讲牧师，安尼有水无？我边来讲，我讲唔啊，真水啊！伊讲我的脚底修长，伊的身躯底啊，脚安那修长。伊讲吼，我如果没有这样穿的时候，我就不会突出我的腿的漂亮。我讲，那你就自由吧，你知道吗？我讲，不可以，你下个礼拜不可以穿这样来，你再穿这样来，你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阿盖也来呗，也别来啊。我若逐礼拜拢甲你讲用借你讲，恁这人无敬拜上帝，放火烧恁家。古约的上帝就是安尼嘛，恁这人就无奉献，上帝蝗虫对进到恁家，将恁家所物件食了了。你会得到自由吗？我讲你暗时做袂困呢。我一开听一个韩国牧师在讲道，在讲啥呢？今仔日恁若无找阮去奉献的人，上帝的审判绝对会临到恁家。我咧吼，我下骹咧听是，家听个，我做牧师听个，伊讲到我家己会惊，你知影吼？我一个姊妹哦，怎将伊做老师一天教册教三十年来，所有的十分之方剩个一千二册，隔两礼拜摕来，怎摕来缝弄过时候，迄底啊吼，怎心累安尼啦？安尼，我哎，迄姊妹甲我讲，牧师我得到自由了。我讲哎呦。那牧师说了，我觉得讲到有什么威胁，有什么恐吓。总是我发现这个姊妹从此以后她带着非常的惧怕，她每次收到薪水的时候就很小心翼翼在算她十分之一，她活得很不自由。啊，跟她问我说，牧师啊，税金呢？干嘛扣起来税金有百分之十分之一？我说红颜啊，红颜到这样这么厉害，你会感觉很痛苦，很恐惧。这种姊妹，我请各位一定要相信，说你是神的儿女，神要让你得到自由。你当你爱神的时候，你就会把它摆上嘛，对不对？你不爱神，对不对？你摆上干什么？你真的爱神，你就摆上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真的很爱我们，他不希望你活在恐惧，活在没有安全感，活在控制之中。你要去控制人，有没有很痛苦？而且哈，被控制有没有很痛苦？很痛苦。我不希望各位活在一种嫉妒、生气、杀害的当中，我也不希望我们活在恨的当中。我们不是活在恨的当中，我们是活在哪里？活在一种平安喜乐的里面。你要抓住神的应许，你要抓住神的应许，把平安喜乐永远放在你的里面。没有人比你更珍贵，对吧，公子哥？没有人比我更珍贵。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上帝的子，我想尊贵嘛。上帝听我，所以耶稣救我听，我就成做上帝的子。我就知道，我知我有两只，我内面还佫有足侪家己，所以我就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要在主的里面啊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而且求神帮助我，让我知道爱是肯定与尊荣的，肯定每一个人，然后怎样尊荣每一个人，肯定每一个人，然后尊荣怎样每一个人嘛？哈，前天摆在母亲节嘛。啊，当工在外口伫底下咧分花，啊吼，那当工真趣味，我都已经甲伊讲听了吼，大人囡仔来拢爱会一朵花，代表咱的纪念咱的老母，安尼咁着吼。像当工在外口咧，看到姊妹就开花，啊，看到查甫花就摕倒转来。啊，恁这查甫也袂要摕花，你感觉摕花是啥物事？是纪念我的妈妈，爱我的妈妈嘛，想我的妈妈嘛。那我看足侪查甫人看到花就安那，就走啊。啊，咱童工嘛袂晓甲说明安尼啦吼。啊，看到囡仔吼嘛袂晓好伊啦。我就甲啊平方讲平方啊，你有看到这囡仔来你也好，伊讲好，啊就嘛好囡仔，咪就行入来吼。啊，爸爸妈妈带囡仔来，啊伊就好迄、那个太太花吼，妈妈花。啊，新鲜要给伊花是足侪新鲜拢无摕嘛吼。我就甲伊讲，每一年一定要拿这个花，你知道，拿这个花是代表你爱你的妈妈，你知道吗？纪念你的妈妈。啊，迄囡仔伊就阁无给，小孩子咪我讲。平方啊，迄囡仔你爱学伊啥？啊，学伊花啊！伊讲哦，安尼哦，佮佮讲一解。即马囡仔佮来又学伊无？嘛是佮无学用。你知道那种我们小的时候有受了多少伤害吗？因为没有爱，没有安全嘛，没有尊荣嘛。我懂嘛？我阿公吼，定带我去台北啦吼，去台北啊吼，啊，定去台北。啊，即马就佮人斗嘛吼，迄。出来，即一家去讲买一台车嘛吼，迄个我阿哥去讲买一台车，啊入去时吼，迄个主人就问我阿哥讲，啊你要啉一杯冰水无？较早无冰箱，台北人有冰箱嘛？你敢知？迄囡仔听着冰水把种金起来有无吼？
啊，你好，你知影迄主人就倒一杯冰水给我阿哥，啊，我坐在边啊，看一杯冰水。你知道那种伤害，直到今天都在。你知道吗？那有你有感觉无？你不知道我们因为没有爱，孩子都没有被尊荣嘛，所以他里面有没有惧怕？都惧怕都在很多孩子的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真的有爱的时候，你是肯定一个孩子的存在，你尊荣他，他将来会尊荣你。长，我觉得爸爸妈妈跟我说，跟我说到我眼泪就要流出来，他说他很疼他儿子，人家要结婚的时候，因家拢种粉刷，涂骹拢种做过，搁抹油，抹到金丝丝。嗯，我为着这个家庭嘛，送伊一张足贵足贵的迄个油画在因家。问因这个囡仔要娶我的时吼，啊，家庭会足喜乐，啊，亲戚来看到因家的时候，感觉这个家庭是一个足好的家庭，安尼对无吼？啊吼，我就甲啊。厨房拢做过，所有的家庭啊，房间嘛为囡仔备办一间足好的房间，唔忙囡仔吼，安尼结婚食咪当当啊大食嘛安尼啦吼。啊，你做一中间，我得个迄个爸爸妈妈讲，啊，讲你卖畸胎啦，吼囡仔得到自由啦，你知影吼？伊要大唔大拢无要紧啦，伊讲伊无论啊爱甲大食暗，安尼就爸爸安尼嘛对吼，安尼嘛吼。啊，你知影吼？迄两个囡仔结婚了对无吼？迄暗得安那，都食饭食饭都无去啊。看他卡电话嘛无接，啊奈嘛无接，你知影？唔知走去倒，又无转来，怎无转来？无转来困嘛？啊，规礼拜因这对夫妇拢啊，心内足艰苦无？嘿嘿，好安尼啦。昨暝你甲我讲，好加在，我无要靠伊甲我饲，若要靠伊甲我饲，我可能怎啊会吊顶去吊刀，吊刀你知影无？自杀啦！你啊，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啦吼，家庭一起出就没有营造一个平安喜乐之地。而且他真的孩子没有得到自由，也让爸爸妈妈没有得到什么，没有得到自由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的家是一个平安、喜乐、温暖、充满爱、充满安全之地。有个公开，平安、喜乐、温暖。爱安全，我们必须把这种氛围把它抓住。那么抓这个氛围，只有一样事，就是把神的话抓住。你知道，那你上帝不是心怀上帝吼？咱拢一直活在旧约，咱一直活在旧约，上帝心怀上帝。所以讲，在旧约的时代，上帝嘛一直透过亚利米啦、以赛亚讲，伊是一个什么？里面主爱上帝嘛？你读看看，来，你看一下。以赛亚书，你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的地方，那第十章，哎，啊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明叙你的耶和华说的。大山可以怎样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明叙你的耶和华怎样说的。我们的神说的，他的爱。他的平安绝对不会离开我们，而且你看啊，先跟你写在工上，我以慈神爱手永远怎样牵着你，我以慈神爱手永远牵着你。你个看，一看觉得圣经章，你再看一个圣经节来，我来耶利米哦，你个看来啊，二十九章第十一节到十节，我们读看看来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”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，你看十二节，再来啊！你们要呼求我，我祷告我，我就怎样应给你们。你们只要寻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怎样应给你们。你要相信，我就是祷告，我就是呼求，神就怎样应给我们。这个礼拜我有一些伤心的事啊，让我觉得心中难过。有一个孩子就是惧怕钱不够啊，对他先生没有安全感，然后我说他先生很烂，赚钱不够哦，不够养家，各行啊，他先生不会
经营事业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啊，所以呢，他常常半夜叫他先生起来，就把他告诉我，说他打起架来，没有人会打赢他。我也知道，我看过他打过架，你知道哈，我也很怕他，我就打电话给他先生，他先生告诉我说他很怕回家，半夜都会被叫起来，然后被打，然后打到头破血流。姊妹们，温柔一点。然后他的有一个就是我在台北一个晚上，他就跟我说，我打电话给那个女孩子说，先生回家说温柔一点，他就献个赖给我，他说已经把他赶出家了，叫他永远不要再回来。我打给那个弟兄，那个弟兄接了，牧师爸爸，我再也不敢回家了，我回家只有被骂被揍，从来没有被肯定过，我后悔我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个孩子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他一笔很大的红包，我有跟他讲说，你如果没有维持五年，那个红包我要拿回来。那他只有半年就结束了。这几天我要写个赖说，你应该把所有的钱都还给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买教会的椅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买教会的椅子，还是不敢写，我怕他坐飞机回来又把我揍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家是有问题的？我们在教导孩子是有问题的，我们给孩子的是怎样是有问题的。求神真的怜悯我们，把神的话牢牢的抓住，那种把神的话变成信心去活。我再讲一个见证，要看神，不要被这个世界把你带着走，世界带进的惧怕，带到恨，带到批判攻坚。二十几年前，才几几年前，我去看带他们去一个社团，请我去演讲。那个牧师，社团的牧师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哎，宪平啊，我请你演讲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哎，谁请我演讲？”他说：“我有几个人想要请你演讲，这样啦吼。我这开会中，你决定你若要来，我就不爱请别人啊，这样啦吼。”另外一个声，我听到那个声，伊迄人打电话在甲我讲，另外一个声，安怎讲的？啊，卖请迄个啦，迄个笨手在恁些笨手，你请伊要创啊？安尼啦，就伊讲我足大声啦吼。啊，我就开始说，哦，讲遐大声，你讲我笨手，我讲，本来迄毋是你讲的，我讲本来是你讲话，迄个吼，干毋是安尼吼？安尼啊，哎呦，甲迄个人讲，迄个牧师甲迄人，人我伫甲伊讲的，毋是你伫甲伊讲，你毋免遐大声啦。哦，你牧师毋是你讲的笨手，哎，毋是你讲话吗？哎呀，你我不是笨手吗？我听到我说啊，我来嘛是在讲我呢啦，啊了吼，我就啊，我讲啊，歹势啦吼，哎，迄牧师那紧切条，你唔敢讲了呢。啊了，我知影，迄是张的，因为牧师拢听你讲的牧师吼，拢听你讲你牧师安怎，我歪，你敢知文人相亲自古而然，牧师相亲自古而然，你敢知影？咁想咧，就是有人会看轻看嘛，所以就一直张都讲啦，讲即个林牧师是外派，都外派，所以足侪人讲我足歹嘛。伊唔看到我嘛讲安那，讲我是歹啊，你知吼？啊，然后我就甲上帝讲，我不会因为这样人家骂我，我就被捆绑。我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要得到自由。为什么得到自由？因为我本身人讲我歹，我就被捆绑。我就是我嘛，我是神的儿女。你在说我不好，我还是神的儿女啊，对不对？你也说我不好，我还是过得很好啊。么咁想咧？啊！你在今天怎么骂我？我就是神的儿女，因为神的爱就在我的里面。因为我在神的里面，我已经完全得到自由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就说神啊，带领我，你知道不要怕。我就跟台北中会里面请演讲百十几个讲师，我了就决定我。然后我本来不爱去啊，吼，因讲伊基督教讲足烦恼，我不爱去。我第一个听这款代志，你欢喜不？伊讲足烦恼，我不爱去嘛吼。我去了吼，唔捌报名遐济人嘛。我讲先甲他拍破啊吼。牧师终于来了，你知道吼？讲我终于来了吼。你有没有觉得被肯定？啊，你如果每天都在搅和，讲哇，这人骂我了，我一定要跟他 fighting 啊！他打到我，我就必须打死他。事情永远没有了解。我当活在遐就好啊。我必须人你骂我啥，我当安那。我讲那我要紧啊！你说你骂，对。啊，本来吼，耶稣来就是用每种定时物件嘛，吼啊，所有
旧约有讲，所有的罪都归给祭司嘛。你听有无？古约在讲哦，犹太人所有的罪拢归有什么人？归有祭司嘛。啊，新约在讲，所有的罪拢爱归有什么人？牧师嘛，你知道？啊，所以我就发现到，做一个牧师呢，就是被骂是怎样，也无所谓。但是我想告诉各位，这个城市如果是神的城市，这个城市要充满平安、喜乐，充满温暖，充满爱，成为安全之地。所有的基督徒就是必须塑造这种家，让我们的家，让我们这个人就充满神的荣耀，充满神的生命，把它表彰在地上。Amen。Amen。像春龙的就是的瓜。OK。这是一首圣法兰西斯的祷告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。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，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，使我做你可平之处，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，在伤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，哦主啊，使我稍微知己求，少求受安慰，但求安慰人，少求被了解，但求了解人，少求爱，但求全心付出啊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，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，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，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，使我做你可平之处，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，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，在忧愁下欢愉，哦主啊，使我稍微知己求，少求受安慰，但求安慰人，少求被了解，但求了解人，少求爱，但求全心付出。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，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，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。
起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中，我希望你一句一句跟我祷告说：慈爱的耶稣，你已经救赎了我，我在基督的里面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在圣灵的里面我是一个自由的人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到自由。主，我得到自由了，完全的自由，让所有的惧怕、没有安全感、控制的灵、恨的灵、比较的灵、嫉妒的灵都离开了我，让我无论到哪里，那个地方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乐，那个地方就有温暖，就有爱，而且是个安全之地。主啊，求你把你的天国建造在地上，也建造在我的家，建造在这个城市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现在要奉献金钱在你面前，求你悦纳，求你满满的悦纳，也愿你破碎我们的口袋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那怎么我们一起来奉献。谢谢你，让我们生活
在你的恩典之中，让我们真的领受你无限的祝福，领受你无限的荣耀。为了感恩，我们奉献金钱在你面前，求你悦纳，求你祝福。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，Amen。来介绍几个新的朋友哈，啊，这个是甘弟兄一位高雄来，带个爸爸来，好的，阿伯所在，请你站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刚刚看到他，啊，还有一个宜家琪姊妹，宜家琪姊妹，还有一个伊兰中开，啊。欢迎他来哈，还有一位是蔡佩君姊妹，蔡佩君姊妹，欢迎他来哈。有几行有几个影片，让我们看一下哈，差不多三十秒，你看一下哈，来，我们的教会未来的颜色哈，让各位看一下哈，来把灯关一下哈，来哦，有没有很漂亮啊？过来，来这个画的哈。哦，我觉得哈，那个好，过来，哇哈，过来，哦，是的哈，啊，所以我们的会堂，大部分的会堂是第一的是紫色，然后蓝色，上面是红色哈，啊，那个请音乐厅哈，音乐厅，所以呢，请各位呢哈，可以从下个礼拜开始为我们的椅子奉献了哈，你别坐哈，爱给你奉献，然后嘿，我底下管你给你写名哈。啊！啊，今晚你那黑礼拜无，你的微博接的代表你不来礼拜，我那个控制的灵就会越来越强。你肯定会接一二个的红线，然后哈啊，下个礼拜我把整个全图都献给各位看哈啊，它很漂亮，很漂亮哈啊！如果你觉得有意见哦，你也跟我们的建筑委员会说一下哈，说一下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些修正了哈。他们已经用了很多的头脑在思想这些问题哈啊，总是都不是，我都都大家都会爱安尼啦啊，紫色是安尼吼，紫色是叫做君王哈啊，那个蓝色哈是祭司。啊，该医治啊，红色呢就是救赎，你知道哈？啊，对了哈，啊，所以咱就是安尼哈，啊，所以唔忙咱看到现在是心内欢喜了哈。那么这个座位总共有差不多1100左右哈，1100个左右哈，1100个左右。啊，俊杰人赶紧要到遐哈，我徛在遐哈，看袂到后边安尼啦，看不到后面那个人哈。啊，所以咱今嘛来入去了后哈，咱就两场礼拜要变做一场哈，要有预备心啦哈，我们。就是两场只有做一场礼拜，就是九点那一场跟十点这一场，十点半哈，这场哈，那是几点礼拜？对，我十点半，我说别给啊，两场好多一场了哈我们要为这个事情还是祷告，开始奉献。OK， 请各位站起来，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。心内好天公呀，你所创造的天地了不大，欢喜之心，你大大的理想，眼光观点，将万物流世界，我心就光，我乐。做上帝，你真伟大，何天伟大，我心就光，我乐就做上帝，你真伟大，何天伟大。咱大声来喊话，七声哈利路亚！万尊耶稣基督恩典，上帝的慈爱，圣神的感动，甲咱众人三个地带，为一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，阿门。我心像歌，我路要走。
世间伟大，何天伟大，我心唱歌，我落去走上天。接咱就过来避讳。